China first granular water-soluble fertilizer, c a o c u l a t e is exported to 46 countries. 我们来到了唐王镇一位巧克力草莓用户地里，来回访一下使用巧克力这个草莓情况。哎，叔你好。哦，你好。咱用这个巧克力多长时间了？半个月了。咱用这个巧克力以后，感觉咱这个草莓长势情况怎么样？可以。用了以后啊，明显的这个产量提高了。 这个色泽呢，嗯、呃，果果形啊，这这个也也拉长了。这个棚是哪半部,部分用的这个巧克力、啊？东边那一半啊,啊，东边那部，嗯、他用了这个巧克力以后，产量跟这个西边这一片的话，呃，产量有一个什么变化？嗯、那边比这边能多产十到二十斤吧。色泽也可以，它发亮了。然后咱可以看看哈，用过这个巧克力，这个坐果率是相当高哈。然后这个叶片哈，非常的这个。 油亮也有非常很有劲儿，这个棚的话是多大面积？是二亩地。最近的这一次是有多长时间了？冲这个巧克力？八天了。啊、像咱这个棚的话，一天能下多少斤？现在？一百多斤。就我看这个用了这个巧克力，咱地里这个呃酸化和板结现象很少哈、啊。哎、嗯，样也谢谢您对这个巧克力的支持。祝您今年这个草莓丰收高产，卖一个好价格。我左手边哈是没用过这个巧克力的。 然后这边是用过巧克力的，我们可以对比看这个色的星空哈，用过这个巧克力的要更有光泽哈，用过这个巧克力的这个叶片要更浓绿、更宽厚，这个稍微有点发黄，不是那么绿。茎秆呢肯定是用这个巧克力的要更粗，用这个巧克力的萼片哈，看看要更深绿，这个没用这个巧克力的呢哈，萼片哈要薄。 颜色没有这么深绿。然后我们取了两个用巧克力的，两个没用巧克力的。其实从这个个头啊，用这个巧克力的更大。然后我们取一个电子秤，我们把这个两个草莓放上哈，两个草莓就在零点一斤上哈。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没用巧克力的，零点零八斤哈。 呃，两个草莓就比这个没用巧克力的多零点零二，02, 然后我们来尝一下没用这个巧克力的跟用这个巧克力的口感情况啊，尝一下，感觉怎么样？它这个发酸了呗？啊，然后用这个巧克力的呢，尝一下，它这个就还有这个草莓味儿啊，发甜略微带点酸，而且这个比较硬，这个就有点有点有点软啊，嗯，呃、啊，甜度你感觉能高几个？ 两三个有吗？嗯，最起码。啊、嗯，看一看果肉情况啊。考克林。